拌芹菜，再撒点辣椒，大火快炒。这是宁夏夜市必吃的客家小炒。五倍券即将上路，商圈不止自行推出小面额的夜市抵用券，现在也和银行合作抢攻数位商机。因为今年是推行的加码的数位券各式的券所以我们也特别找了我们的彰化银行来针对我们台湾可以在我们夜市使用。相信可以带动更多那保守附近应该会有3成至4成。宁夏商圈和彰银合作，消费者在夜市消费时可多拿10%的回馈。不止商圈，旅游平台也准备好了。KKday 绑定合作银行信用卡，消费者可拿近5000元的旅游金，而且还能搭配1000元的国旅券折抵。至于易游网也提供了一共8000份550元的折扣码。另外，星级饭店同样看准商机，推出用餐5一折，数位方式也能。最主要是想要看民众他比较方便采取哪一种的数位方式，我们都可以做认证，然后也都可以试用。一个振兴券再搭配优惠加码的一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大概1到2成左右的业绩提升。五倍券就要开放数位绑定，各大业者优惠齐发，要把效益放到最大。八八新闻社主杨生台北采访报道。民生八方事尽在1小时，要订阅，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